阿小华，我希望今日你嘥几分钟咧，讲一讲美俄嘅关系啊。因为咧，我哋一路都集中喺中美嘅关系，但系实际咧，美俄嘅关系最近都好大嘅变化，同埋好大嘅影响力嘅。而我哋香港人咧，对美俄关系就唔系好熟悉啊。但系呢个而家咧变咗咧，三国鼎立咧，就俄罗斯咧就有都有佢嘅关键作用啊，都有关键作用。我哋希望咧，嗱，今日有少嘥少少時間咧，阿小華，你攞一個做一個總結咧，最近美俄嘅關係點樣樣？美俄關係，琴日一件事情，琴日定前日咧，就係都係大件事嚟嘅。即係。係你知俄國及美俄關係中好大一個因素就係俄歐關係嘛，同歐盟嘅關係。俄歐關係中嘅關鍵就係俄德關係，即係德國係歐洲嘅工業支柱。德國呢個工業支柱咧，原來係靠魯爾地區啲煤啊嘛，而家要靠俄國嚟啲石油同天然氣。咁咧，德國呢條即係普啊呢條拜登佢哋咪話可以嗰即係條做管，嗰條管啦，德國唔批啊。當時因為默克爾落台之前咧，同俄國有打過招呼嘅話，如果你哋去打烏克蘭，你就唔批。琴日就乾脆就唔批。哦，咁琴即日係而話唔家批啊，我冇睇到呢唔段係話唔喎，批啊，係啊，咁啊好唔大係鑊話噶唔咯批啊，喎，咁啊好大好件大事鑊啊！喎，我俾你睇我而家攞單。普京靠呢條管揾食噶喎，成個經係啊，濟係啊，靠係呢啊。條管揾搞翻掂個經濟噶喎。嗱，佢咁講佢嘅法新社嘅報導啦，德國宣布俄羅斯北溪二號燃氣管道不符合歐盟法規，無法獲得認證。哇，咁啊大件事啊！即系呢条 Nord Stream，美国都批啦，反而欧洲唔批，系咪咁意思啊？系啦，德国唔批，哇！欧盟唔批，而家就欧盟唔批，所以就即系叫真系叫几大件事情，咁啊就要睇住，因为唔批嘅真正理由，佢系不符合欧盟规定咧。唔批嘅真正理由咧，佢而家即系讲话系讲咧，佢话因为佢唔符合欧洲能源法嘅要求，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咁如果系佢成嗱佢而。我讀翻個新聞啦，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一旦獲准通過，將讓俄羅斯繞過烏克蘭，通過波羅的海向歐洲供應天然氣。該項目受到好多政治障礙，首先係烏克蘭反對，因為擔心呢條天然氣項目會增加歐洲對俄國天然氣嘅依賴，並且可能被俄羅斯用作施壓嘅手段。咁樣。咁咧呢種咁唔批咧，佢早就講都可以批。咁啊，呢種突然間咁唔批咧，就同烏克蘭邊境嘅呢個壓力有關係啦。咁美俄關係咧有一個幾有意思嘅情況，就係當時咧就蘇聯解體之後啦，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俄國之後有協議，有協議嘅，就將啲烏克蘭啲嗰啲核措施核核設施啊。撤翻曬俄國本土嘅，係，咁後屘就後屘又出咗你即係出咗呢個克里米亞事件啦。克里米亞本來係俄國人嘅，咁但係咧，哈魯曉夫又自己烏克蘭人，一個開心，本來一個國家冇所謂，即係你話廣東省隔咗個遠比廣西，冇人去拗交噶嘛。但係如果廣西成咗獨立國家，咪有交眼咯，咁就攞得翻嚟，咁全世界反應都係唔係咁大嘅。呢個問題就係咧，即係俄國本身啊，普京之下初時喺俄國倒台共產倒台頭幾年啊，俄國完全亂曬噶，完全係亂曬，即係經濟實力一下就冇曬。咁美俄關係當時美國都唔係咁在意俄國啦，知道佢一下冧咗啊嘛。咁但係當時咧就蘇聯解體嗰時咧。俄羅斯同美國同北約之間有協議嘅，就話咧我哋華沙條約組織解散，我哋唔會咁你哋唔好侵入我啲地盤，北約啲嗰啲國家唔能夠加入北約，結果並拎笨咁啲國家加入曬北約，即係等於對蘇聯就有個包圍圈咁滯啊！唔係嗰呢樣嘢咧，就係美國唔係好守信用，但你又唔話得曬佢。老百姓要參加北約，
即係唔想再俾你蘇聯或者俄羅斯嘅勢力再控制。呢、這個就係講到最後，好似你講人民嘅意願，呢、這個唔係美國意願，係人民一定要參加北約，即係得到美北約嘅保護。美國冇得唔拒絕佢哋㗎，大家係啊，咁啊，北約國家作為北約條約又唔係美國一個國家嚟嘅，大家話接納，咁咪接納咗咯。係啊，即係。所以而家特別係波羅的海嗰個幾個國家咧，俾蘇聯佔咗兩次，驚唔驚啊？你喺度，你都驚啦。係啊。咁佢哋其實咧，佢哋加入北約係要求美國軍事保護嘛。咁所以而家咧，即係俄羅斯呢周邊特別係波羅的海三國啦。即未打仗前，佢一定走去玩下就好好玩噶。我去咗兩次，我好中意嗰度噶。小夏，咁啱有段新聞同你呢個好有關啦。即係話咧，就好似應該上個禮拜到咧，就喺中國大陸嗰邊咧，就內部宣布，就同俄羅斯啊喺黑龍江嗰邊啊起一個石化工業嘅好大嘅一個工業啊，差唔多要投資$10 billion，即係100億美金啊，好犀利㗎！100億美金好多嘢睇㗎啦，即係俄羅斯啲天然氣同埋啲石油咧過到嚟黑龍江咧。在哈爾濱這邊呢就起一個這樣的$100 billion，不是$10 billion，即是$100億美金，很厲害的了，差不多可以說是頂得住整個 Houston 那個所謂 石油化工，這樣就可以提煉什麼提煉得到。所以說呢，即是看來現在俄羅斯呢就是知道歐洲那邊呢就跟美國那邊呢就靠美國，所以他現在轉過來呢就同中國就跟親密，即係跟親越親密好多。原本我諗住咧，就阿普京就玩兩邊嘅。而家睇落咧，如果德國呢邊拒絕咗佢嗰條管啊，嗰條 Nord Stream 2 Nord Stream 2入去咧，佢就開始咧就挨去大陸嗰邊啦。所以佢同大陸嗰個結盟啊，我當然唔會好密，但係咧就比較親密啲咁多。中俄關係玩唔長噶。我睇你長啊，同意我。中俄關係點解咧？就係兩個國家好，國家國民性好唔啱噶。中俄咧就係兩邊都猜忌，兩邊都猜忌。而且咧，俄國人咧，其實俄國人比較點講咧，有大度啊，比較粗線條嘅，粗線條。講到最後，即係我所謂嘅老實，即係佢唔係好狡猾嘅啫，佢好硬到不得了，硬過曬美國人。但是就一啲都唔蠱惑嘅。嗱，但係中國人咧就用軟個手法，就係一啲啲便宜佔，一啲啲便宜佔，都佔下佔下佔乜咁多便宜嘅？俄國人突然間就反面㗎啦，呢啲嘢會㗎。唔係佢俄國人咧就，所以黃禍呢兩個字係根本係俄羅斯發明嘅，就係佢係因為佢感覺到啊嘛，佢覺到黃，分分鐘中國人攞翻西伯利亞。跟住就成個就過嚟過，佢可能嗰陣時蒙古人，嗰陣時已經叫做黃禍噶啦，係咪？歷史上嗰時叫做黃禍，因為俄羅斯到蒙古嘅金帳汗國嘛，金帳汗國當時俄羅斯大公國啱啱起身啊，嗰時在即係莫斯科大公國好細噶咋，唔係地方好細，人好少噶咋，咁當時就對抗住依家係蒙古係分咗四支嘅。佢針金帳汗國去咗嗰邊嘛，喺嗰邊結咗落嚟統治咗幾百年，所以即係一路打噶啦，歷史都係咁打過，一路打過嚟噶啦。唔係實際咧，蒙古人就唔係好狡猾嘅啫，最狡猾就係梗係我哋漢人啊嘛。蒙古人同俄羅斯就唔係爭好遠啦，都係比較係粗線條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北方人咧，基本上咧啊話一就一，二就二啊嘛。咁但係佢實際而家咧，俄羅斯最詐忌係呢班漢人。呢班漢人佢搞唔掂啊，招招都假嘅，冇一招真嘅，句句都假嘅，所以佢好搞唔掂。但係咧，佢為咗利益咧，佢而家挨過嚟咧，實際為咗做生意啫。你講到真係叫佢出兵，佢就唔制嘅。阿普京唔會出兵嘅，佢會擺下姿態，啲兵艦啊，啲飛機啊，飛嚟飛去。但係你叫佢真係同美國打，就絕對冇得傾。唔係，咁當然都冇得傾。佢呢啲係咁嘅，俄羅斯唔會為遠東打。遠東對於佢唔係，雖然係利益好重大咧，但係俄羅斯人啊，就即係對於亞洲唔係咁有感情。俄羅斯人一向從彼得大帝以來就一向就一心要做歐洲人嘅，
系但系。係咧，烏克蘭佢會打嘅喎。系。烏克蘭係佢認為佢自己地盤嚟嘅，所以呢啲因為白俄羅斯本來就同俄羅斯好，大家差唔多，你係我嚟噶啦，一樣噶啦。烏克蘭咧，佢哋要即係，但係烏克蘭人啊憎死俄羅斯人，最簡單，淨係大饑荒餓死600萬。咁啊，所以咧呢個中間就好多仇口噶啦，而且烏克蘭政府自己又鬼唔腐敗，同埋嗰阿啲拜登话咗唔打喎，最多制裁嘅啫喎。係啊，咁所以人哋打住你又唔知點，我都話啦，歐盟係即係烏克蘭唔係歐盟嘅成員國，唔係烏克蘭唔係北約嘅成員國，但係唔知幾時啊掂到北約啲成員國咧，咁啊唔講得嘅，我再睇啦。真係再睇咧，我就真係唔想講翻嗰啲有可能重複的歷史咧，幾驚人好啊，唔系今日我哋若果睇过成个形势讲咗一讲啦，就讲到最后就系呢个五年级学生，我估佢真系读到五年级啊，佢系读五年级冇错，六佢系六年真系读啦。到五年级啊，佢真系小学都未毕业嗱，我读到3年级，佢读到5年级，我哋一样嘅啫。噶，系啊，佢大你啲啊嘛，所以佢佢大系我三岁啊嘛，嗰阵时规定嘅几一年级系几岁开始，好似9岁开始系嘛？唔九系岁一年至级7岁开始，七岁我六开始岁啊！读书嘅，一年级系七岁哦，开始我仲嘅。迟咗添，我8岁至入去读嘅啫。啊，我即系啊，唔系我七我系六岁，岁开始我读七书，岁读完，七岁系正常啊，我七岁读完一年级。7岁正常啊，我6岁读书啊，所以读得到啦嘛。阿习近平53年生嘅咋，啱啱读完小学5年级嘅咋，系啊，所以冇大镬错啊。就大镬喺呢度，真系大镬。唔不乜过即系共产党今次见到佢系头痕啊，真系。佢真係攞中國共產黨搞到可以講到一塌糊塗，我哋梗係選，即係梗係選啦，選商啦。但係佢攞中共共產黨個破壞啊，我哋真係將來黨史有名啊！我哋再睇啦，再睇，即系历史有好，历史有好多惊人嘅地方，亦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好各位，即係睇睇啊呢樣嘢，我就係你話我揣摩又好啦。早知我覺得個中台咧，兩邊美國同埋中國個中台都喺度，係開始去到盡嘅啦，就冇得再去嘅啦。好，各位，今日講到呢度，就禮拜三再見啦，一三五七啊，我哋講一曬啦，三安五七排啊，好系晒啊，嘅啦。好好好，啦拜拜，各位觀眾，，OK，拜好，拜。拜。